有了心跳，虽然没有心跳，但是还有体温，还来得及。要是有电击器就好了，电击器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快醒醒，阿爹，阿爹！你干什么？救人啊！救人？他已经……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！真的救活了？阿爹，阿爹！太虚弱了，撑不住的。阿爹，阿爹，这是疗愈术。阿爹，你怎么了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穆姐姐说过，疗愈术是特殊的术法，不但耗费灵力，还会自伤身体。治疗越重的伤势，对自己的身体损伤越大。你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事？大惊小怪的。谁又来了？好亲近的后生，要不是为了至阴之心，我倒也不想要了你的命。翠翠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，带他们出去。妙妙，你走。好香甜的血。